次入围歌王啊，好像感觉自己蛮没把握，对，没把握的感觉。没有，我觉得那都是记者乱写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，我看很多人都说什么我悲叹哀叹，我根本没有这个情绪，好吗？那你现在给我们一个情绪，给我们情绪，你觉得对金曲的把握？我就是无所谓，我真的没有得奖没有关系，我不会因此而难过，或者是质疑，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公平，或者是觉得评审怎么样，就是很自然的。对，你会视谁为劲敌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大家，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几个伙伴、工作人员、乐手，其实他们之前都有参与过金曲奖的那些评审的那些制度，他们说就是真的超级困难。对，他觉得就真的入围已经是非常有点像中乐透一样的事情。我觉得歌王可以颁给熊仔，最佳作词颁给我，不会吧？我觉得那太煽情。默默的，默默的。不用吧，就是对，就是我不搞那种小朋友那套。